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当局者迷。当局者指原来下棋的人。《礼记》经过西汉的戴胜整理以后，一直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，中间又经过许多学者的修订注释，变得冗长繁杂，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。唐初的魏征为此对《礼记》重新修订整理，使之精简精妙。到唐玄宗时，大臣魏光臣提议用魏征的本子，遭到丞相张悦反对，学者袁行冲因此在《释疑》一文中评价张悦，就好比下棋者时当局称迷。当局称迷就是现在写为当局者迷。当局者迷比喻当事人因对利害得失考虑的太多，看问题反而糊涂。今天的成语是当局者迷。